比卡28岁，在台湾找他的好朋友。非裔青年拿着寻人启事骑挡车到台湾各地寻找好朋友。好朋友。遍寻不着影中人，遇上重重困难，还被冷眼相对。牛奶广告展现创意，却也因为疑似用非裔青年肤色比喻咖啡豆，4年前播出时就引发歧视争议。但有平面媒体报道，这支广告换了品名，内容一刀未剪，最近又开始播出，引发肤色大战。你知道大木瓜？不要动啊！你很大，你在这里啊！同系列广告也曾经出现一对外国父子来台湾找木瓜的情节，被认为隐喻女性胸部，备受批评。虽然没有用到贬义字眼，不致构成歧视，但就有学者认为这种玩笑还是有可能伤人，也凸显台湾对深肤色者的差别待遇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